铁块。请让鲜血都流出来吧。这么可爱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极了，扛着伤害补刀，太装了吧。难不难受？抓不死，不好意思。给你打你也抓不死。还省了个闪现，不错的。哦，他可能要。我就说他可能要死，他没带闪的。回吧。我觉得你这话不爽。四级。挺坏的，还想打断我。沙莉，你说那个游戏我的号被 GM 封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游戏我也没玩过呀，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兄弟，什么玩那个手游被 GM 封了，啥意思呀？我心中心脏的勇士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期。拉扯他。没触到相位吗？哦，没有相位吗？哎呦，这波坏了，坏，大意了，我都没注意自己没有相位了。我说我的相位，我想用个血池触发相位的。别追了，别追了，跟不上了。疾跑追不到，一次水系练习。哎呦，不要来了，兄弟！谢谢虎牙直播只看马家家的血瓶，这不可能的。过来很浪费时间啊。还行，蹭了100多血，430。 A 他一下。好，这波红怒伤害够的，只要他到不了6。喂，刚说他到不了6，突然升6，麻了麻了麻了。喂，这你妈难受了呀，我对经验判断失误了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末日分了我很多经验，因为我的经验是比狗头要高出不少的。我想着想，我刚到6，狗头经验值应该还差很多。他应该还是差的，
但是可能是末日分了我经验，导致我对自己的经验判断失误了。哇操，这妈好伤啊！这不应该是包杀他的，可惜。逆风有点大。请让鲜血都流出来吧。这波就真的很可惜啊。我的肤色他把要塞啊，这挖机蛮喜欢抓我，要小心一点。哇，大逆风！来那么一品脱险，砍了去。哇！哇哇哇，都这么惨啊！400点血，开个大家250，还是伤害不够，还是不够，得再红怒吸他一口。又来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抓我呢？他没有踢的，没有踢，没有踢。但这个血量不够啊！他没大是吧？来说。翻盘翻盘，这把看我 C 了。他没大、啊。1715，先回吧。我觉得你让我很不爽。8级9级，让我们合伙干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哎呦，这一棒子还被他敲出来了。他大招48 CD， 大招应该好了，好的。TP 了。一次重大的抉择。我的发，血块喷出，不是，这怎么玩啊，兄弟？打个中路，妈对面
这跟搓麻将一样，这样搓的啊！绝望了，我看他妈船长来，我直接绝望了。本来我想操作一手的，想交闪的，船长来了，这不操作不掉了。难搞，这真的难搞。哇操，怎么一直来中啊？抓抓我队友啊，兄弟！挖机一直来，这波妈辅助也来，船长也来，我就放弃了，操作不了了，技能也懒得交。好，这么逆风是吧？这么逆风，那我就要游走了。这是你们先游走来搞我的，那就不要怪我下手太狠。准备翻盘，兄弟们，喜欢游，来来来。900。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。900。说一口。这把能翻不，兄弟们？对面估计还要，哇，这先锋还给下路吃啊，兄弟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这先锋居然给下路吃。这波哇，原来是拿先锋当做诱饵，然后在后面反蹲，神分了，神分的强度就有点高了。但我们不跟他打啊，拉扯他，白嫖他一套。好，又是上来一套，他可能要走了。完了！哎呦，他妈这神分配个大招吸血吗？好狠呐、啊！完！哎呦，好抽象啊，狗头人！一棒子妈得吸300，吸200最少。打的还没他吸的多，这狗头人妈太夸张了，太 crazy 了，太 crazy 了。行，一次重大的抉择。怎么那么 crazy 啊？杀个小船长，直接裸杀人输了，裸杀人输了，说了开局就输了。蟹龟打狗头是真的很难打的，非常难打。是真的非常难打，因为你拿他没办法，你必须得在征服者和点燃的。但没事，我找到这把怎么赢了。先裸个杀人书叠一叠去。狗头是天克吸血鬼，
先锋拿掉了，可以给你。他们换线了，我们不能跟狗头人打，拿他一点点办法都没有。这边应该是有视野的，船长可能会就带下，我们这波往下赶吧。先拿船长叠一下发育先，找到这面突破口，他这边有块秒表。好，他要来了。可能是过来放眼，然后看到我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好。还带，胆子真大，行。完。我没有想到挖机这波会来的。不够严谨，再严谨一点就好了。这波属实不够严谨。啊，不能再犯病了。再犯一波病，大龙一丢，这把就上票了。队友他妈都是玩具的。这挖机他妈太恶心了，一直针对我，操！啊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守护之月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多美妙的名字。破剑，拆一座，我得先抓船长。老子是真的看你很不爽，哎呦，哎呦，上头了，我真上头了，我受不了这挖掘机，怎么太恶心了，一直搞，成功把我搞上头了，就死都想杀他。但不应该的，坏了！哎呀！末日想立功啊！啊！啊！我都感觉他抢到了。憋个大帽子吧。会让他们过期，还是要憋个帽子，不然伤害不够了。请让鲜血这种装备都流出来吧。800。这狗头必须维恩来，只有维恩能治他呀。
上那个俄罗斯，后续呢？好好好好好，好啊！别法装棒吧，俄罗斯再带一波呗。死亡闪，我差100块，划算棒啊！一次重大的抉择。吃波中吧，等火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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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没那么好打，他们秒表中亚太多了，能规避我的一波爆炸伤害。捉摸了应该先恐惧对面辅助的，船长是必死的这个位置。我觉得你让我很不爽。我不想交闪杀他，这个闪是我下一波赢团战很重要的一个技能，不能交闪杀他，要冷静要冷静，千万不要交了，你下一波团战没有疾跑，没有闪现，你操作不了啊。大龙果然是没有，
难搞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还好。这个闪没交，我觉得影响不大。这一波守住就好了。现在托维恩的装备，托维恩的装备。他们秒表交了，血石也得交啊！不交贝维鲁斯大招大刀，你这波也不好杀的。还是得交，这个闪其实意义不大，兄弟们，你知道为啥？因为打赢，哪怕把他们全杀了，你也推不了什么，你还是要在加基地里发育。现在也是在基地里发育，而且还能给文托装，所以说这个闪现你没有必要去按，你按了，你交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你打杀他们俩能推一座塔吗？推不掉，懂吗？推不掉的。但你留着这个闪，你下一波团战你就有保障，很简单啊。你下波团就有保障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。多想点东西，知道吗？不是说打赢他就有用的。哇操！为什么呀？啊！